喂，大家好！而家睇緊香港嗰個打疫苗嗰個故事喎，幾過癮喎！唔好講疫苗字，講新爆嗰、那個體育室60人染疫喎，都好犀利喎！突然間又飆咗上去。啊，講翻嗰、那個新疫苗啦，冠衝就係我以前喺油麻地佐敦做嘢嗰一帶，我好多時都去冠衝嗰度，有個大排檔嘅，啲嘢都幾得嘅，不過衰在就冇冷氣啊，熱啲。佢隔離嗰度有個體育館，咁啲人咧打嗰只針就喺體育館嗰度打嘅，個位置我都知道喺邊。嗰度嗰個附近有檔廖媽記噶嘛，喺嗰棟上海街有棟樓啦，樓下就係好似有檔豆腐檔咁嘅。嗰條街就係柏食神啊，嗰條近住英皇佐治公園嗰度啦，柏食神。啊，周星馳俾人打到瞓街喺地下嗰度，有隻老鼠躝躝下嗰度。對，隔離就係官涌嗰棟樓啦。咁咧。喂，而家打咗死咗6件喎，我懷疑咧，始終咧佢再咁咧整下咧，有啲打咗咧真係頂唔順，24小時就死咗啦，嗰、那個就肯定中獎啦。另外呢6個咧，佢係集體訴訟啊嘛，不過香港又唔興包攬訴訟，咁啊要科款嚟訴訟。如果有啲發毛啲嘅律師咧，去聯絡到呢啲人咧，啊！我就係出少少本，大家埋堆去告政府，咁都可能分到啲錢嘅喎。好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